国际石油公司荷兰皇家显学集团同意向尼日利亚南部渔区几千人支付超过8300万美元，对两次石油泄漏事件给予赔偿。在星期三，显学公司同意向超过15000名员工当中的每个人支付3200美元，并且向生产石油的尼日尔三角洲地区的博多社区支付3000万美元。显学公司说，该公司对2008年的两次石油泄漏事件深表遗憾，并且表示将会全力实施清理工作。在这场持续3年的诉讼过程当中，原告最初要求显学公司赔偿4亿美元，而显学公司最初同意以支付6000万美元达成和解。显学同意向每名原告支付3200美元，这个相当于尼日利亚最低工资收入者大约3年的总收入。